防角滤镜，你们先看一下我的防角滤镜，你看，很深哎，这款。对，而且它还有分尺寸哦，我觉得分尺寸真的太友善，然后腰又完全不勒，又舒服，我穿 M 号是这么自在，都没有勒痕。那对我来说有点长，但是不影响，我只要穿厚一点的就好了，真的很舒服，而且它很轻 ，S 号垮垮的，你的腰会不会太松？就是穿在这垮裤刚刚好，卡住骨盆，会被骨头对。速干空气棉，小重点来喽，它就是轻盈、透气，还快干。它热就是会流汗、闷热，对，很讨厌那种布料贴着皮肤的感觉，会黏黏的。但这款不会，完全不会，它又透气，然后你真的不小心流汗了，它就是快干。它很轻，然后它真的是超级亲肤的，因为像通常这种棉裤啊，里面都是毛巾布，对，它这个里面，你外面摸的跟里面摸的触感是一模一样，都是一样滑，对，又轻，然后穿起来又滑，但是它外面又有挺度，对，它宽腰带让我们的肚肚也不会勒住不舒服，对，然后它腰带这边又帮你扯好，所以你也不用怕它的那个松紧带会翻车。它白色的话会有点痛，所以你里面。真的要穿自己肤色的，像安全裤啊，或是内搭，肤色的、浅色的内搭，因为白色真的在夏天超好搭，你穿起来那个气场真的是十足，轻松。制定款版型真的是我们有严选过，然后穿起来这一次都是完全不勒肚又舒服。然后侧线是这样子，故意坐在外面就是凸凸的，但是我们包边都有包好，非常的好看。那它这个松紧确实是舒适的，三四五六，三四五六个月都可以，我穿 L， 我跟你穿一模一样。所以它可以撑到这么的，我要包住肚子，对，所以我的长裤就是非常落地型的，30周以内我觉得都可以，超爱。因为很轻，又轻又挺，然后夏天穿又不会热。